会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下晚上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昨天一起学习到我们进修捷要第十三拜。十三拜，今天呢，我们从这个第十四拜来交流起。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我们就每一拜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中哪一些黄老或者是师父上人很强调的这些教理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第十四拜呢是始觉合本，一心观理，无量光寿，是我本觉。这个无量光寿是每一个人本觉的理性，就是我们本有的真如自性。那读到这一段呢，我们会想到在《佛说阿弥陀经》里面有讲到，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是故号为阿弥陀。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所以这两段经文呢，应该大家在《阿弥陀经》应该有点印象。这两段话呢，是舍利弗在听释迦牟尼佛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国主提出来的说明。而这个经文呢，一开始是说，舍利弗，于汝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那是用无量光无量寿来诠释阿弥陀这个名号。而在偶益大师的要解，偶益大师的要解，他就点出来说到呢，《阿弥陀经》此经是在展示持名的妙行，就是我们持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是非常微妙的行持所以特别来彰显解释这一句名号，而且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来解释，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因为这样亲自解释欲人深信万德洪名不可思议。万德洪名的不可思议在哪？要解当中进一步透过释迦牟尼佛的解释要来诠释。希望大家了解名号不可思议，然后一心来执持，而且不要再有怀疑。那接着
藕叶大师开始解释，大家要了解，这个藕叶大师呢，也是我们净土宗的再来人。尤其印光大师啊，净土宗十三祖啊，赞叹藕叶大师啊对《阿弥陀经》的注解啊，《阿弥陀经要解》，他赞叹到呢，纵使古佛再来啊，为这一部经做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等于是印祖的这个赞叹已经到了极处了，也是告诉大家这一本要解啊，注解《阿弥陀经》已经到巅峰啊，大家要好好啊珍惜，好好去深入。哦，好，那我们看这藕叶大师接着说到了，阿弥陀啊，正翻无量。阿是无啊，弥陀是量的意思，所以直接意义过来是无量啊，本不可说。无量好不好说啊？无量啊，不好说啊，啊，但本来不可说啊，但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光受二义啊，用无量光、无量受这两个意义啊，来收尽一切无量。所以释迦牟尼佛很厉害哦，在无量当中用两个意识啊，把一切的无量收进来了。怎么说呢？光啊，无量光啊，光则恒遍十方，是吧？光这是没有边际的无量光啊，是不是所有的空间都在里面了，所以恒遍十方。寿呢？寿命，它是无量寿啊，那是无尽的时间呢，所以是数穷三际，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是光是恒遍十方整个空间，寿呢？数穷三际。整个时间呢，所以恒跟数啊，空间跟时间恒数交错啊，即法界体。法界体就是整个宇宙啊，是不是无量的时间跟空间包含了什么？整个宇宙啦，啊，用两个无量含一切的无量啊，含整个宇宙了。就是整个法界体，就是法身呢，所以举此体做弥陀身土，一举此体做弥陀名号，所以念这一句名号，就念了什么？法界的全体呀，一点都没有漏掉啊。那阿弥陀的法身也是遍虚空法界啊，所以举这个法界体做弥陀身土，又举此体啊做弥陀的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就是整个宇宙事实上也是我们的什么？我们本有的真如本性啊，也是我们本有的法身，所以持名即是始觉合本，我们称这一句名号啊，就开始觉悟了，而这一句名号又是我们本有的自性，就是整个宇宙体，所以始觉合本，十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就念念佛。那我们跟着呢，
我们老和尚的教导啊，来深入这一段教诲。好，老和尚说到呢，佛在经中特为众生指示出持名念佛的妙行。啊，这个是佛在《阿弥陀经》的一个良苦用心，就是要把持名的微妙啊，能够诠释出来。所以举出阿弥陀佛的名号究竟妙在何处？啊，首先呢，师父上人就说了，第一啊，只要念一句佛号，非常简单。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像这个法门那么容易的了。哦，那一句名号，即能使人横超三界，了生死，出轮回，这个是第一个妙了。黄念祖老居士在报恩坛里面有比喻了，一般的修行啊，是证入无生，这个法门是巧入无生，证入无生就是要从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品，一品一品断，这整个见思惑断了，哎，出六道轮回。接着还有尘沙，烦恼，然后还要断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这样才能入到法身的境界，法身境界。就是《金刚经》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才能入无生。可是我们这个法门是巧入，不用断见思，不用断尘沙，不用断起心动念，当我们念佛的时候，所有的妄念都放下，这是因无所住，然后没有其他的妄念，可是这一句佛号，一句接一句，又寥寥分明，而生其心，所以这是巧入了无生的境界了。所以大家喜不喜欢吃巧克力啊？喜欢哈，以后吃巧克力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巧入无生呢。克力精进呢，叫巧克力啦，不要每一个东西都可以表法的，都可以提醒我们要向道啊，全性起修啊，全修在性，连吃东西都要保持觉性来吃，就像我们佛门吃饭以前要念十存五观，其实那个都是用什么来吃啊？用菩提心来吃啊，念施主恩啊，念众生恩啊，那一餐饭有人布施啊，那一餐饭多少行业忙碌才有这一餐饭可以吃啊，所以济公多少量比来处，就是他很不容易啊，光是米饭不知道就要种多久了，还有其他那么多东西，这纯己德行，全缺应供，用惭愧心，用感恩心来吃，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就是我们时时在心地上下功夫啊，不能吃饭要吃出菩提心啊，不能吃出贪心啊，要提醒自己，我还有哪一些贪嗔痴要好好的调伏啊，正是良药未了行枯，其实这一句也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病啊，有一个病啊，每天都发作啊，最少三次啊，什么病啊，会饿啊，所以你饿的时候不要顺着
这个恶在那里很痛苦，你恶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这个是业报身，我要换一个什么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身，所以恶的时候可不可以恶出觉悟来？可以啊，你比方洗澡，哎呀，我怎么身体这么脏？你洗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我要换一个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所以洗澡可不可以洗出觉悟来？你时时可以反观呢，时时可以厌离娑婆，愿生极乐。那这个用觉性呢，在过生活了。好，那刚刚跟大家说，巧入无声，然后克力，克力精进呢，克力呢就是要真干呢，真精进啊，这样才能真正提升自己，那黄老是比喻，就像那个麦穗啊，麦穗有很多节啊，大家看过麦穗吗？南方可能比较少看到麦穗，但是它也是一节一节的，有时候那个麦穗长成了，里面有虫啊，因为那个虫是一开始还没长成的时候就在里面了，所以等它出来了，那个麦穗已经长很长，所以它要出来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每一个那种节呀，它一节一节咬破，一节一节咬破，最后怎么样？出去了，这个是证入无声的，一节一节，见思尘沙无明都要过。可是这个法门是横出三界，它不用一节一节咬啊，直接怎么样？从旁边咬破啊，就出去了。这横超三界啊，它妙在这里，待业往生呢。第二呢，第二个妙在哪？本经与无量寿经均说，临终十念一念即能往生，此乃非常殊胜奇妙。哇，居然十念一念临终眼看就要堕阿鼻地狱的人张善和他临终所有的牛头出现，他一生杀牛啊，这些牛都要来要他的命了，地狱像现前了，可是刚好有个出家人过去啊，听到他的喊叫声就进来劝他念佛他也马上接受啊，念到第十声呢就走了。他一开始念了，慢慢那个牛头就往后退啊，最后就消失了。念到第十声，阿弥陀佛把他接走了。所以这里老人家又提到，此乃非常殊胜奇妙，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第三呢，只要往生，即圆正三不退。如只说三不退呀，那即是圆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圆正三不退，如非等觉菩萨，也是法云地菩萨。那这个地位很高啊。往生就是三不退了，所以通常修行人到这个地位啊，是从小乘证得初果须陀洹算起，证得须陀洹入圣流算起哦，不是说我们现在修就算起了，是从舍了身见呢，入了须陀洹果，然后到。其
几算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到圆正三不退。哇，你看修三大阿僧祇劫，现在是一生呢，甚至十念一念就入这个境界了，所以这个很难性啊，此真难性啊。所以《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所以很多菩萨很难相信这个横出三界巧入无声的法门哦。那当然我们人性啊，能真性的话也不是偶然的。所以《无量寿经》第47品说到，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如果要问为什么只念几声佛号即能圆正三不退，答案就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进修结要32拜，有几拜都在赞叹名号功德啊。有好几拜哦。所以欲人深信万德洪名，不可思议啊，真的超乎我们的思维想象啊。一心执持呢，不要有怀疑。我们这一生有幸遇到这个法门，而能否往生，其关键就在能否恪遵一心执持，无复疑恶，就是不怀疑了，没有其他念头了，就是一心执持，没有恶心了。这条教戒若能做到，没有一个不往生。那老人家接着有说到啊，释迦佛用光寿两个意啊，来说尽一切无量。佛只说两种，光则横遍十方，竖则竖穷三际。此即等于啊，今日所说的时空。但是光寿两个字的表达，有没有比时空更有味道？时空啊，好像比较硬，有没有感觉？光寿比时空啊好啊，而且尤其寿字，这个寿命的寿字，因为一切无量啊，寿为第一。如果有无量的财富而没有寿命，则财富岂不落空？整个宇宙即是法界体。所以光寿两字足以代表，由此可以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之伟大。它是摄心一如了，整个境界事实上就是自己的真心啊变现的了。所以阿弥陀即是依法界全体而起的名号，所以念一句阿弥陀佛即是念法界全体，一个都没有漏掉啊。有些同修问老和尚，从前曾念大悲咒、心经、十小咒，如今专念阿弥陀佛圣号，其他菩萨岂不要怪罪我了？这个人很容易啊，以小人之心呢，度君子之腹啊。所以我们呢，要多深入经藏啊，不然有时候我们依自己的意识啊，不小心就误会佛菩萨了。曾经有一位朋友，他就对陈德说啊：“阿弥陀佛对你比较好啊。”陈德当下呢，就很严肃地跟他说啊：“
说你这一句话会下阿鼻地狱啊。他说有这么严重吗？啊，我说这一句话叫侮辱阿弥陀佛啊。啊，因为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阿弥陀佛大细心嘛，是吧？你看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想法看法去误会佛陀，佛陀是老师啊，所以我们容易误会佛菩萨，误会老师，也很可能我们很容易误会父母啊。啊，成长过程啊，你看爸爸妈妈都比较关心弟弟妹妹，哦，哎，人假如对父母起疑心啊，哎，容不容易对佛菩萨、对老师起疑心？哦，所以这个很多习气的根源啊，还得从对父母的态度啊来反省起。哦，所以老和尚呢，接着说：“此种心态啊，乃是看诸菩萨为凡夫，啊，实大不敬。现在我们了解，原来一句佛号无所不包。《华严经》说：‘情与无情共一体呀。’所以众生与佛是一个理性，啊，就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啊，所以理是理体呀，啊，性是真如本性，其实理体就是法界全体，啊，就是虚空法界，啊，就是整个宇宙。而法界全体就也是阿弥陀佛啊，法界藏身阿弥陀佛，所以也是诸佛如来啊，是整个宇宙是阿弥陀佛的身呢，啊，所以整个宇宙是阿弥陀佛，整个宇宙是不是诸佛如来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啊，而且也是一切众生啊，每一个众生有没有法身啊？有啊，他现在为什么不得受用？但因妄想执着还没有恢复而已啊，哦，所以这一句佛号是法界全体啊，也是诸佛如来，也是一切众生，也是我自己本人啊，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啊，所以真正的事实啊，念这句佛号也是念自己的真如本性啊，啊，所以解释到这里啊，啊，金修杰要说无量光寿是我本觉啊，起心念佛方明始觉了，我现在念这一句佛号开始觉悟了，而这个觉悟呢，也就是句句念着自己的本觉啊，所以任何经咒均在一句佛号中啊，啊，每一个经跟咒，包含不包含在宇宙全体里面啊？包含呢，啊，所以都在一句佛号，啊，甚至于我们昨天第十三拜六一心观里六字统摄万法，所有的万法都在一句弥陀名号当中啊，啊，所以不可思议啊。所以持名即是始觉和本，啊，起一个念头念阿弥陀佛即是始觉，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即是我的本觉，哦，所以始觉和本觉即是真实修行，哦，
啊，接着呢，十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个相应啊，老人家进一步解释，相应就是与理相应呢，与这个我们的理体相应呢，再来呢也与事实相应呢，与法界全体相应呢。我们念这一句佛号就是念法界全体啊，所以是不是也跟整个宇宙相应呢？那法界全体的德号即是阿弥陀佛，所以念念唤醒自己与法界合而为一啊，就一念相应啊，念这一句的时候自己跟整个法界合而为一啊，与诸佛如来合而为一啊。哦，师父这一段开始有没有味道？很有法味哦，念念唤醒自己与法界全体合而为一，与诸佛如来合而为一啊，与一切众生合而为一啊，那就相应了。所以师长提到，我们说氛围啊，气氛呢、啊，就是例如阿弥陀佛慈悲，我的心地也慈悲，那我给予阿弥陀佛的慈悲气氛相应了、啊。今天这一段经文真明白了，啊，你就与阿弥陀佛的气氛相应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十本不二了，啊，因为身佛不二了，众生与佛都是一体的了，不二了，啊，理事一如了，性相一如了，所以念佛的时候体会契入这个境界，即叫做呢得到佛的气氛呢。所以这个理如果搞清楚，疑惑断掉，乃是真性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借由，一来是佛对于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解释，啊，它是无量光、无量寿，啊，进一步我们藕益大师的要解又把它诠释出来了。啊，这一句佛号就是法界全体啊，啊，你念这一句就跟整个法界全体相应了，跟阿弥陀佛相应了，跟一切诸佛相应了，还有跟一切众生相应了。哦，好，这个是起心念佛方明始觉啊。啊，接着呢，这一句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呢、啊，十本不离，直趋绝路。啊，这个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呢、啊，这句话也很有味道啊。托彼这个托是戒呀、啊，彼是谁呀、啊？阿弥陀佛啊，托他的什么？他的依正庄严，正报是阿弥陀佛啊，依报呢，整个极乐世界啊，能够显我的自心。哦，那我们再来看一段《阿弥陀经》要解啊。阿弥陀经里面呢、啊，有一段话重复了好多次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
功德庄严。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好几遍吧。好，我念一段给大家复习复习啊。又舍利佛，就前面讲了好几次了。又舍利佛，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存以金沙布地，四边街道晶莹琉璃，玻璃合成。哇，你们现在有没有感觉到极乐世界的样子了？哦，上有楼阁，以晶莹琉璃、砗磲赤珠啊，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好，然后接着佛说：“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接着，藕益大师就要分析了，这个功德庄严怎么来的？极乐世界怎么能成就的？所以藕益大师接着说了，啊，名上住处深处，这个住处啊，就是整个极乐世界的大环境；深处呢，就是自己住的那个小环境。啊，这个极乐世界的住处深处种种庄严呢，皆是阿弥陀佛大愿大行称性功德之所成就啊。所以性相一如啊，这个这么庄严的相从哪里来的？从阿弥陀佛自性的大愿大德变现的。好，所以因为是他的大愿大行变现的，故能遍延四种净土，常寂光土，十报庄严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而且这四种净土能够怎么样呢？普摄十方三世一切凡圣，所以三根普被啊，连下下根都能得度，尤其四十八愿第一品，第一愿，耶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指的是哪里的众生呢？耶摩罗界地狱呀，只要他肯念佛，马上可以从地狱把他救到极乐世界做佛啊！所以这个是大愿大行，普摄十方三世一切凡圣，哦，令往生也。接着藕益大师说啊，佛以大愿作众生多善根之因，以他的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好，我们去体会一下，我们还没有接触佛法，我们心里都在想什么？五欲六尘啊，追逐啊，是吧？功利主义啊，享乐主义啊。好，我们要知道功利主义啊，这个思想啊，造业啊，而且呢，对自己啊，很不好。孔子说啊，损人自益啊，深知不想。就是我们时时想着要自己有利啊，然后去损害别人，其实这样的想法都是时时在折损自己的福报啊！
所以大家有没有观察现在人的面相？啊，我父亲那个时代人的面相啊，啊，像我爷爷啊，他们耳朵都很大。哦，到我这个时候都要自己拉。你注意去看呢，台湾面相一直在往下掉啊，跟心念有关呢、啊。哎，像我妈妈都不用拉，就比我差很多了，差很多了啊。时代不一样啊，我们受的教育啊，掉下去了。我爸爸那个时代，哪有为自己想的？要不就是父母啊、兄弟啊、妻儿啊，都把自己摆后面的、啊。他没有功利，可是我们现在有功利，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啊、都在长我们的什么自私自利啊。还有享乐主义啊，乐极生悲啊。我们还没接触佛法的时候，在这个世间不堕落啊，真的不是普通人啊，遇缘不同啊。结果现在一遇到佛法了，啊，不一样了啊。首先老法师把谁介绍给我们？阿弥陀佛，其实也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啊、介绍了无量寿经，我们认识到阿弥陀佛因地闻法，即发无上正觉之心啊，高才勇哲，与世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啊，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他又发了48愿，全心全意去修行了、啊、最后48愿成就了，极乐世界建成了。我不知道大家念48愿呢是什么感受啊？那48愿最常念到的是哪一句啊？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哇，那个念下来，人的心震不震撼呢、啊？哦，那种啊，度众生的大愿力啊。请问我们真的把48愿念下来，每天念都真心去念，我们的心会不会变啊？因为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也是我们什么本有的，我们现在是有障碍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无二无别嘞，但是佛阿弥陀佛非常善巧哦，他以他的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所以我们念啊念啊，这个善根就被他的愿心给带动起来了，所以叫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呐、啊。请问大家，极乐世界是从哪里来的？最后是自己的心变的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哦。地狱也是自己的心变呢、啊，因为自己的业力啊变现的。极乐世界呢，自己自性的功德变的哦。那到底佛怎么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在当生居然就能够用自信变现出极乐世界，这个是大善巧大方便的、啊、所以欧耶大师把它点出来了。佛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所以老法师很善巧啊，知道我们工作很忙啊，在无量寿经就挑了几品让我们做早晚课啊。早课念什么？第六品。
晚课32到37，其实那个晚课的重点，就是让我们要持戒呀、啊，念佛啊，哦，尤其那个第35品，告诉我们不能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啊，能持戒不造恶，又能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有把握啊。但是第6品让我们每天念一遍，什么目的啊？大家想，阿老法师叫我念，我就念吧。哦，看起来很乖啦哈、哦，但是要真乖啊，要像那个锅肉酱才行哦。就好像今天老法师说，一条龙很重要。那我们是真正了解老人家话中的深意，还是我们是觉得啊，反正老和尚说做就做吧？我们真了解一条龙的重要，去做的时候，都是带着对老法师的理解，带着对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去做的。因为人才不从小培养啊，很难啊。而没有真正的人才出来，怎么把法传承下去啊？所以大家不是要好多好多人，法能不能传呢？关键是不是有一个真正成就的人啊？我们看到禅宗传到中国来，传了5代都是什么？单传呢？只要有一个就不会断了。问题是，假如连一个都没有啊，学的人很多啊，没有人成就得到啊，可能会断啊。所以马来西亚有一个弥陀村呢、啊。然后呢，要办好多障碍呀、啊。结果是他们就去请问老法师，啊、哦，还有人建议要卖掉啊，就跟老法师讲，说，哎，有人建议卖掉。老法师对他们说：“禅宗等了5代到第6代，才有个传承出现，啊、哦，一花开5叶了。”怎么你们等几年都等不了啊？哎，老法师这个话有没有深意啊？很有深意啊！哎，那个时候是唐朝，哎，佛法衰不衰？不算太衰吧？跟我们现在比起来呢？我们现在衰多了。可是那个时候，真的要把一个宗弘扬开来，等了几代啊？5代啊。我们现在要从佛法的谷底要再把它振兴，要多久啊？3年办不办得到啊？5年办不办得到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老法师曾经跟我们说，谁想要很快的把传统文化复兴啊，很可能造无量无边罪业啊。大家懂不懂老和尚的意思？勿欲速，勿见小利啊，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啊，大事不成啊。啊，所以像承德10几年前啊，我就想了，静下来啊，一门深入啊，好好读书啊，啊，每天8个小时听经，8个小时念佛、啊。现在17年过去了，还没有这样的机会，真是。哦，往后一看呢，越来越没机会了，一切随缘。啊，
其实承德讲这一段呢，意思就是说呢，人呢、啊、要看懂自己的因缘本分。啊，承德现在很认命了，啊，因为呢，我属牛啊。哦，闽南话说“这股的拖，这狼的磨”，啊、哦，所以我命中爱拖磨，啊、哦，我没有那个福报啊，可以八个小时听经，八个小时念佛，啊，我认知到呢，我这一生的使命啊，是做垫脚石啊，垫脚石啊，我能够粉身碎骨。不顾啊，先把路铺好就好。给谁走啊？给后一代、后两代、后三代的人走，说不定到他们就再出一个像师父这样的高僧大德，就起来了。哦，好。哎，我怎么讲这里来了？好，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讲到，哦，要了解老法师的用意。你看，办一条龙啊，我们是深刻体会到那个用心了。那没关系，我当铺路石也要把这个学校办起来。哎，哎，你越有这种决心啊，反而越能感召更多的力量，志同道合。那承德要跟大家交流这一个重点，就是老人家的话你要领会的深啊，他的善巧我们要体会得到啊。比方说老人家说早课坐第六品，我们要不要去思维一下老人家为什么这么指导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念着念着把什么发出来啊？48大愿给发出来啊！啊，所以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呢。啊，所以那个48愿你完全恭敬随文入观了，念着念着就把自己的心量扩宽啊。而且佛阿弥陀佛以他的大行，你看他的修行很精进啊，哦，这个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间，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啊，于无量劫积直德行，所发殊胜大愿，悉皆圆满成就啊！你看，都是大行啊。所以以他的大行，做众生多福德之缘。大家读《无量寿经》啊，读着读着有没有说我也要照这样子做？有没有读出这个味道？还是你边读边？哎，阿弥陀佛啦，我做未到啦！阿弥陀佛啦，我做未到。其实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这一生来弘护正法，其中有没有因为是老和尚走在前面呢？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啊，全心全意。不辞劳苦啊，在那里奔波啊！你看我们做弟子看了什么感受啊？哎呀，良心都被他唤醒了。师父啊，只要能够给你减一点负担呢、啊，什么事我都肯做啊！啊，有人就跟师父说：“师父，你到让我到你身边，哪怕我扫个厕所都好啊。”就是。师父老人家以他的大行啊，把人的那种想要去效法的心啊，效法的行都怎么样？
激发出来了。所以师父上人如是啊，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啊。所以他以他的大行做善根多福德之缘。什么是福德？肯干啊，真干的人有福啊。哦，好，所以当时候老法师有讲啊，说参加庐江中兴那个因缘的人呢、啊，他有参与进去的。哎，后来这个种子啊，播到整个大陆甚至海外了。老法师说，修去做这个事的人，修不到300年的福报。哎，后来我观察，我们庐江回去的人还真有福报啊。为什么？因为他做的这件事啊，影响的人很多，所以有福报啊。再来，会不会影响后世？会呀、啊。哦，所以老法师对我们说：“你现在来弘扬儒释道啊，你是遇到了5000年来第一等好事。”因为5000年来还没有出现过中华文化可能会断层，以前的人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一断呢，影响的就是千秋后代了，所以你能把它接续下去，哇，那这个功德是5000年来第一等好事啊！哦，好，所以我们跟着阿弥陀佛的大行，我们肯效法他，啊，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我们那种大行，啊，也被他唤醒了。所以，做众生多福德之缘呢，啊，所以令信愿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啊，所以我们效法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而且呢，这一句佛号是阿弥陀佛成佛之后啊，成就的一个万德洪名，他的万德含摄在哪？这一句佛号当中，所以我们这个法门啊，不是从修因得果，跟大家前几天有沟通了，不是种麦子啊，几个月之后才吃馒头，是吧？我们是直接吃馒头，要从果起修，即修即果。所以这一句佛号念得相应啊，就是信愿持名者，就念念成就如是功德。啊，这个功德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啊。啊，所以本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称信功德之成就的，所以现在变成我们，因为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把我们内心的善根福德都唤醒了，又肯念这一句万德洪名啊，这句万德洪名又是从果起修，你一念就摄阿弥陀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啊，所以这一句，所以信愿持名的人为什么最后往生？往生也是自己的心变了极乐世界啊，因为他在持名的时候，也是念念成就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如是功德啊，啊，而且皆是已成啊，非今非当啊，因为极乐世界已经成就多久了？10劫了，不是现在而已哦。
而也不是未来啊，当就是当来啊，未来不是已经成就时节了。好，那我们看呢，啊，老人家就这一段啊，做一个解释啊。啊，我先把这个这一段要解啊，老人家是怎么开解的啊？老人家说到，西方世界的住处是大环境，深处是小环境，皆是阿弥陀佛大愿大行称性功德之所成就。十方诸佛从理上说啊，啊，从理体上说呢，智慧、德能、才艺都是平等的，度众生之本愿呢，亦相同。而接引众生的方法并不相同，因为缘不同。那阿弥陀佛与十方众生特别有缘，缘与愿有关系，这个缘还跟愿有关。虽然释弘誓愿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天天念。但是心量有没有到虚尽虚空遍法界，啊，或者只是想度本国的人呢？啊，哎，这个国度的人呢？啊，这个国土的人，所以还是有限的。啊，一尊佛以一个大千世界为教区，唯独阿弥陀佛的愿力无量无边，没有界限。因为在因地上发愿不同，一切诸佛与某个世界有缘，即到该世界去度化众生，但是所教化的世界原来有的，就是他这尊佛在这里教化这个世界是什么，原来有的，就像释迦牟尼佛到娑婆界，娑婆界有的，但是他进到这个浊恶的世间去度众生，所以是非常勇猛哦。哦，那因为这个世界原来就有，所以要到这个世界度众生，必须迁就该世界继承的事实。而西方世界是什么？是重新创造的一个世界。啊，阿弥陀佛所创造，啊，凡欲往生的，因为它是重新创造的，啊，须具有信愿持名，心中清净之条件，啊，有信愿持名可以往生，没有信愿持名啊，往生无望。哎，他创了一个世界，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去啊。哦，老和尚讲经的时候比喻啊，要把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办好啊。啊，我们办好没有？上面写的信愿行，真信切愿啊。那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广大宏深。积功累德，从真如本性流露出来，称性功德，啊，之所成就，啊，就成就了极乐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在理上讲是称性的，但在事上讲了不称性，因为我们本性有障碍，啊，有见思、尘沙、无明。所以才现在是这个五浊恶世啊，事事物物啊，确实是称性的，但是透过这三种烦恼，啊，就变了质了，与真性不同。好，我们现在整个世界是变了质的，啊，所以当时候佛在的时候，学生就说。哇，那释迦牟尼佛
的这个国土啊这么浊恶啊，啊，释迦牟尼佛呢，他用他的脚啊，在地上一点呢，整个都是七宝琉璃啊，啊，一真法界啊。所以事实上，事事物物是称性的哦。但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看到一真法界？因为被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给变了质了。哦，不是别人造成的哦，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不干别人的事哦。所以西方的称性功德有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守护，所以十方往生的人，人人均得自在，均能自度，因为都有四十八愿的威德加持，所以西方三种烦恼不生，一切称性没有变质，同时也是十方诸佛如来威神加持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以及每一个念佛往生的人，哦，所以一切诸佛刹土中唯有西方极乐世界永恒保持了称性功德，没有一丝毫变质，真正不可思议。我们这个世界是秽土，社会很乱，哦，风气败坏，贪赃枉法比比皆是，所以聪明人真正觉悟，一切放下。哦，昨天还有一个朋友发来说，我们2020年呢，才过了40几天呢，结果发生了好多重大的事情。哦，光是病毒事件呢，非洲也有，巴西也有，而且那科学家都傻眼了，用显微镜一观察，大部分不认识他的状况啊。哇，那个地震不知道多少个地方啊，飓风啊，哦，还有那个火灾啊，都很厉害啊。所以这些现象也在给我们说法，所以师父说，聪明人真正觉悟了，一切放下，求生西方。所以弥陀大愿大行，创造一个美好的修学场所，四种净土普遍庄严，圆融无碍，普摄十方三世一切凡圣，令得往生。佛也要往生啊！啊，哦。天台家讲的藏通别圆，除原教佛外，其余藏通别三佛的果证尚未圆满，也要往生。哦，包含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师都求往生，因为那里是快速成为究竟圆满佛的国土啊！所以有愿必须有行，阿弥陀佛48愿均已圆满。他以成佛实解证明每一愿均兑现，同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是在因地，我们也在因地修，所发的愿也要兑现，尽心尽力去做，绝不能说空话，真有智慧，方便善巧，因能与佛相应啊，少许了，经上说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此法门学的人很多，往生则少。仔细观察，善根福德不够，不够，怕不怕？不怕。师父上人接着说，念佛是把阿弥陀佛的善根福德
变成自己的。如何去变是一个问题。无量寿经说，善根福德成熟之人，他肯接受，未成熟的送给他，他也不要。善根福德成熟绝非偶然。所以无量寿经中，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这段经文大家有印象吧？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听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哦，希望将来自己成佛也要如阿弥陀佛一样，并未发往生之愿哦。所以求往生，那也是很有善根福德哦。所以供养四百亿佛的善根尚不够，未能启发他真性切愿。所以有些人一听到念佛法门，立刻接受，认真奉行，信守不渝。多是乡下的老阿公老阿婆之流啊。这样的人无始劫来供养了无量诸佛如来，所以他的善根福德成熟了，已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都放下了，所以一念相应，与阿弥陀佛大愿大行相应，本来自己的善根福德成熟了，同时又将阿弥陀佛的善根福德接收过来，加到自己身上。因为他愿意相信有极乐世界，愿意念佛，这个善根已经怎么样？很深哦。供养四百亿佛，这个求生的心还不一定发得出来。再加上他肯念，又把佛的功德怎么样变成自己的功德啊，加在自己身上，所以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成熟的表现是真正第一欢喜啊，就是很喜欢念佛啊。其实很喜欢，前提就是非常相信啊。他相信了一点怀疑都没有，哎呀，一定能去，一定能去啊！一念相应，就一念佛啊。所以心里，因为他很欢喜啊，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欢喜的事。其实这个就是看破世间了，世间有没有真正的乐啊？没有啊，都是苦苦、坏苦。没有真正的乐啊，这三界无安呢，犹如火灾啊，要看清楚这一点，随时我们修行人最怕的都被无常吞了，一个无常来，整个人六神无主了，甚至整个家都乱了阵脚。其实我们只要不留恋这个身，不留恋这个世间，一心就是求生净土，欢喜念佛，不管什么时候这个生命结束啊，铁定可以往生的。好，所以对世间没有留恋啊，没有其他欢喜的事，就念佛欢喜。所以如此念佛，即能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变成自己的真上善根，把阿弥陀佛的大行变成自己的真上福德。好，而且是非今非当，就是阿弥陀佛功德已经圆满成就，不是现在修的，也不是当来修的，所以令信愿持名者念念可以成就如是功德。
此刻念佛人尚未往生呢，但是正在修行的期间，啊，我们能一念相应啊，就一念佛；念念相应，就念念佛。哦，所以我们刚刚这样啊，针对《阿弥陀经》啊来学习啊，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念这一声佛啊，就是念法界全体啊，啊，就是念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呢，都交融在一起了。啊，而且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就是把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啊，变成我们自己的大愿大行。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把佛果地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了。所以如此，如果相应，即与佛心同了。好，接着呢，要解又说啊，此则阿弥陀佛啊，他种种庄严，作真上本质。就是做我们的真上缘呢，啊，所以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啊，做我们的真上本质，带起众生自心，种种庄严呢，所以极乐世界谁变了？自己的心变了。所以是用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啊，然后他的依正庄严，把我们的自心本有的愿行跟庄严都带出来了啊。所以全佛即身呢，全他即智，故曰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我们读到这里啊，极乐世界谁成就的功德庄严？也是自己哦。那师父讲解到啊，佛法的经论宗派多啊，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宗：信宗跟相宗。一个从信上讲，一个从相上讲。义集啊，空有两宗。那此处呢，偶业大师所说的阿弥陀佛种种庄严，皆为阿弥陀佛称性功德之所成就，就是极乐世界是他的真如本性变现的。那这个是属于性宗啊，从本性说的。那做真上本质啊，做真上本质就是做真上缘啊，阿弥陀佛的依正庄严，做我们的真上缘，带起众生自心种种的庄严，这个是属于相宗了。哦，就是这个相带起我们自心种种庄严。那接着进一步解释了啊，师父说。所说的本质与代起啊，可以举一个例子做比喻，如照相机内的底片啊，以前那个胶卷大家都有印象了啊，即是本质啊，这个底片本来是空空洞洞的，照过一张相之后，影印出来就是一张照片。所以就是带起了庄严了，这个是从胶卷啊，它一照它就可以洗出一张照片出来。所以我们读了三经一论、五经一论，本来心里没有极乐世界啊，听经以后心里就有一个极乐世界的印象产生了，
所以是不是他的医正庄严做我们的真上本质，在带起我们自心的种种庄严呢？好，那我们说真上缘呢，这讲到一个缘呢，万法因缘生，事实上呢更常讲的是万法缘生。哎，那个因有时候还不讲呢，所以什么最关键？缘。因为一讲到因缘呢，就会谈到了缘有四种：亲因缘、无见缘、所缘缘、真上缘。亲因缘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与一切诸佛无二无别，自性具足无量功德庄严。这是亲因缘，本性中含摄的种子无所不包啊。所以我们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有多少种子？太多太多了，而且十法界的种子都有啊。所以我们那个因啊不缺啊，所以我们可以变三恶道啊，我们也可以变佛法界哦。所以本性含藏的种子无所不包，十法界一圣庄严，十法界的种子都在我们在阿赖耶识里面都有啊。一切万法皆是自己性中所变现的，所以这个是本有的。但单有这个亲因缘呢，而没有后面这三种缘，也没有办法结果。有因还要有缘才能结果。就像我们一个绿豆，它得要有浇水施肥，最后才能长成又结一个果实啊。所以佛家所说的因果，其实是因缘果，一切法皆属缘生，而非说因生。有因无缘没有办法生，所以现在第二个缘呢，重要的缘是称为无见缘，就是没有间断的，一直我们比方说念佛，我们都没有间断，这个是无见缘呢。生与佛，众生与佛不同，因为佛没有妄念呢，所以他的正念永远不断呢，所以他没有间断呢。但我们有妄念，刹那在变，所以为什么会强调兜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我们有佛种子啊，但是得要配上缘呢。缘是什么？净念相继，无见缘呢。第三个是所缘缘，就更不相同了。因为佛所缘的，他所清净所缘的是什么？是常寂光啊。我们所缘的是千变万化的世界啊。你看一下子我们看个什么，注意力就被他拉过去了。或者突然看到一朵花，五年前的哪一个情境就拉出来了，有没有？一回过神来，哇，这不知道多少个念头飘出去了。你们都没有这个经验了。我常常触景生情啊，然后就哎呀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拉过去了，这打妄想啦。所以虽然
自己有跟佛一样的真如本性，因上不缺啊，缘呢，得要所缘呢、啊，得要忆佛、念佛啊，不能再去想其他的东西了。这个是所缘缘呢、啊。第四个是真上缘呢、啊。我们想贪嗔痴慢妖魔鬼怪给我们做真上缘，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以前跟现在的磁场不一样啊！现在好像动点什么不好的念头啊，好像整个人就被拉下去了，好像以前没有那么强烈、因为现在魔的力量越来越强了、所以佛菩萨跟魔在抢人了、我们这个念头一不对啊，这个妖魔鬼怪就拉过去了、所以想佛，佛给我们做真上缘、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呢、啊。所以阿弥陀佛变现的种种庄严的净土是非常殊胜的真上缘，把我们其余的三缘引发出来，就他的一正庄严让我们无见，让我们所缘，让我们真上，使我们的信德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信德完全流露出来，阿弥陀佛做一个榜样啊，是本质啊。例如《无量寿经》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的本质，我们熟读四十八愿，了解四十八愿，然后我们依照阿弥陀佛也发如是大愿，引发我们自己心性的愿变现出来了。好，那现在大家对于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啊，是不是透过这个师父啊，还有偶业大师的讲解啊，有一些体悟啊？接着呢，偶业大师又说：“全佛即身，全他即智。”这个意义啊，广大无边。没有止境，譬如说，全事即理，全性即相，这个意皆同意啊。如契入此境界，不但烦恼没有啊，生死也没有。悟此道理，即佛菩萨；迷此道理，即凡夫。其实。刚刚那些词啊，都是我们入的什么不二法门呢、啊？一真法界、啊，悟了即一真法界，迷了即实法界，迷得越深，越往下堕啊。所以老和尚说，全佛，这个全佛即众生呢、啊，这个全佛就是指佛的本质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依正依报正报种种庄严，每一往生之人，其性德并未显露出来，但是见到阿弥陀佛的境界，自然就把它带出来了。刚刚讲那个底片呢、一印就印上去了，我们自心的这个。跟极乐世界的一样的那个庄严就带出来了，所以全佛即身呢、啊。西方世界如此，我们现前的世界何尝不如是啊？我们今天是以大家的业力做真上本质啊！你看师父马上拉回来，我们现在来了解这个道理啊。
今天大众的想法、看法、做法均非善业，我们自己本来是善良的，在娑婆待久了，自然就染了许多恶习气啊，此是环境使然啊。所以孟母要三迁啊，大家念到这一段有没有感触啊？我们是小时候比较可爱还是现在啊？哦，你看自然染上许多恶习气啊，所以我们要觉悟啊，不要再缘这个世界了，不要所缘，不要无见，不要增上这个世界了，要怎么样？缘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所以每一天进修节要念一遍，托彼一正，显我自心啊。啊，真的是如此的。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是圆圆满满的自性，以此种性德做我们的本质，因此到达西方不久，即可渲染成殊胜的品德。西方世界与其他世界不同之处在此。所以事实上是以谁为我们的本质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啊，所以大家读懂哦。刚刚说，每一尊佛度化的范围一不一样？不一样啊，跟他的愿有关哦。那请问我们往生的人？他度化的地方是多大？你们怎么没有反应？啊，往生的人度化的范围多大？愿己与国无异哦，每一个往生人的愿。跟谁都一样啊，阿弥陀佛。哦，所以我们往生就是法界逍遥游啊，跟着阿弥陀佛到极乐虚空法界去度众生了。所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也把我们他的本质，把我们的整个愿都换起来，我们的愿也是。广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我们的愿也是一切皆成佛。好，啊，接着解释啊，全他即智。哦，这个他呢，就是指阿弥陀佛了。啊，就是自己呀，就是自性弥陀，这就是果。所以他成就的如是功德庄严，最后变成我们自心的如是啊，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了。好，哦，所以这一句托彼一正，显我自心。十本不离，直趋绝路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不是临终当来哦。所以这是最快成佛的方法，设佛功德为自己的功德。但是要小心哦，暂耳相违。我们一不念佛，哇，就打妄想了。轮回心就造轮回业了，就变堕无明了。所以三十系念提醒我们，须臾被
念佛之心，我们违背了，是战而相违啊！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啊！我们不能再动轮回心了、啊。轮回心造轮回业，轮回心修什么法都不能往生了、啊。所以我们对于念头啊要有警觉性。之前有讲到啊，安世高大师有一个前世有个师兄啊，都是出家人，结果他是明经好师啊，经教还蛮通达的、哦、还有聪明智慧哦，而且喜欢布施，心量也大。但是呢，脾气不好。有一天去托钵啊，结果那个饭菜不满意啊，他就生了一个嗔恚心了，临终就因为这个嗔恚心呢，就堕到畜生道去做龙王了。所以一念一轮回啊，我们得要慎重啊。所以战恶相为，变堕无明了，啊，所以故知正变之海，虽入众生心想，极光真净，不摄一切情迹啊，微妙难思，绝代圆融，阿弥陀佛。这个绝代呢，就是没有对待的，啊，没有，我们都是活在相对之中啊，啊，没有对待。啊，那就是不恶啊。这种不恶啊，是离思维啊，想象，因为我们的思维里面太容易去分别，太容易去执着了。所以念佛时即见佛时啊，见佛时即成佛时啊。绝代圆融啊，这个的大家老实念，慢慢就会体会到了。好，念佛时即见佛时，见佛时即成佛时，三际同时啊，没有先后啊，这个是下老的一段法语，意思是这样，好，这一段法语让我们来体会绝代圆融啊。下一拜啊，一心观理，万德洪明啊，能灭众罪，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不但道心纯属，且可福慧增长。我们看到刘树云老师啊，哦，他本来红斑性狼疮啊，那个比癌症还难治啊，哎，他念好了，哦，他确实啊，越念呢，这身体很好啊。去年承德啊，还见过他一面呢，哇，整个脸圆圆的，然后还泛红啊。真的是福慧增长啊！他现在都持续在讲《无量寿经》了，而且老人家请他讲啊，哎，他都是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都是给我们表法。好，临命终时，慎重现前。慈悲加佑啊，所以佛菩萨放光照我们哦，令心不乱，不是我们自己念到一心不乱，不是哦，哦，当然能念到一心不乱更好啦，但是我们有幸愿就感应道交，佛菩萨临命终时就放光照我们了，
啊，这我们的心就不乱了。啊，在大经解里面都提到佛放很特殊的三昧，啊，我们就心不乱了。啊，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啊，七宝池中花开得见阿弥陀佛。接着呢，这四拜啊，都是讲极乐世界的依报。第十六拜依报殊胜。这几拜啊，我们就再想想，以阿弥陀佛种种庄严啊，这个为我们的真上本持。你看读这几拜下来，哇，极乐世界的影像都在前面呢。一心观礼极乐世界，德风花雨妙香天乐全池灵树。啊，你们念到这里啊，有没有感觉那个八功德水啊？你想它到哪它就到哪，哎呀很清凉啊。哦，灵树，哇，你看在那个菩提树下，哇，那个十方国土都现在我们面前了。啊，全池灵树，宝网灵禽，啊，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萍且共命之鸟，这在给我们说法。啊，你现在想听哪一部经，他就跟你说哪一部了。这依报殊胜的，所以色光声香，你看色光声香都在说法，都在增长我们的善根，六尘说法，这个很殊胜的，遍满佛土，所以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真义有情啊，殊胜善根。就不断的把他的善根福德整个都显发出来了，所以大愿大力阿弥陀佛。接着呢，第十七拜啊，黄老这个在这一拜是强调是住正定居，一心观礼极乐世界，黄金地上宝树行间，莲花池内宝楼阁中，发菩提心，念佛往生，住正定居，永不退转，容色微妙，超世稀有，贤同一类，无差别相，悉是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诸上善人，皆有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们当生成佛啊，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接受诸佛护念。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设阿弥陀佛功德为自己功德，所以接受诸佛护念，从果起修啊。但这个是正修啊，正住双修，正修是念佛。助修呢，第二个条件，啊，第一个是接受诸佛护念，第二个执重得本，就是积功累德助修啊，啊，我们每天的行为跟五轮五常四维八德相应，跟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相应，生活是功德，工作是功德。应酬是功德，啊，去应酬也是功德哦，啊，当然不要乱喝酒啊，哎，你要借由这个应酬的时候，带起他们的种种善根呢，啊，那这个应酬就是功德，啊，处世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功德，这执重得本，啊，这四件做到了，就是当身作佛。第三是什么？住正定居，要入正定居。
镇定句意思是很专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所以往生的人之前就是入了镇定句哦，他有还有没有想世间的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没有哦，所以这一拜很重要啊，要入镇定句哦。娑婆有一爱之不亲，临终被此爱所牵，不能多爱哦。极乐有一念之不依啊，念头不专在这一句佛号，临终被这个不依的念头所转哦，所以不能有很多念头哦。这句法语很重要哦。好，第十八拜，一生补处啊，一心观你极乐世界菩提树下宝蓝笋边，闻妙法音，或无生人，受用种种大乘法乐，福慧威德神通自在，随意所需，应念现前，一生补处，诸大菩萨皆有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哎，我们随文路观向不向往啊？啊，菩提树下宝蓝笋边，闻妙法音啊！一听阿弥陀佛讲经，或无生人呢、啊，应祥人、柔顺人、无生法人呢、啊，受用种种大乘法乐，福慧威德。神通自在呢，随意所需，应念现前。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可以到虚空法界去供佛，看多么自在呀！啊，好，很快就到了啊！哎，这一生很短，我们好好。好好镇住双修，万修万人去啊！咬紧牙关，此生正无量寿啊！第十九拜，往生的菩萨啊，一心观你极乐世界道场、罗冠、讲堂、精舍，诸往生者方便同居，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主，或在虚空，或在平地，随意休息，无不圆满。菩萨圣众，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一念念下来，啊，这一拜念下来，这真的极乐世界，这得大自在呀，啊，大圆融了。第二十拜跟二十一拜，就是告诉我们。念佛人是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第二十拜礼赞诸佛，啊，一心观礼十方世界，示现广长舌相，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欲令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所有善根，自心回向，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哦，恒河沙数诸佛，看这一拜，我们就感觉到啊，看十方诸佛，各出广长舌相啊，都在称赞。阿弥陀佛啊，还有他的国土不可思议啊，啊，让我们都能闻他的佛名啊，然后建立呢不怀疑的清净信心呢、啊，啊，然后好好念佛啊，啊，
所有善根都回向，这样随愿都能往生。所以我们这个在做进修解药，是一切诸佛都在加持。下一拜第21拜，普礼诸佛，就礼拜十方佛，一心观礼，视为上下，称赞本师于一切世间说此易行难信之法，劝诸有情自心信受，护念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恒沙世界一切诸佛。我们也是感恩这个一切诸佛都在加持我们念佛人，能够顺利的往生。好，这两个是礼拜十方佛，再来呢是称赞无量寿经，礼赞大经。一心观礼，经云：当来经灭，佛以持名，独留此经，止住百岁。我们看这里最后一部经了，止住百岁，而且未来九法界众生皆依此法而得度脱。所以我们要有责任哦。好，遇思经者，真正遇到了肯信了，随意所愿皆可得度。是故我今自心顶礼，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究竟，第一稀有难逢法宝，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礼赞大经。接着23拜礼赞净土法门了，礼赞净法。一心观礼，一尘了义，万善同归，凡圣齐收，立顿西披，顿该八教，圆摄五宗，横超三界，尽登四土，一生成伴，九品可接，十方诸佛同赞，千经万论共止，宝王三昧，施意微妙法门。我们随着黄老讲的，那个横出三界，像那个麦穗直接咬一个洞就横出了，这些经文呢，我们念着念着都有那种愿力在。这两个是赞叹经典跟法门，接着就是礼拜，也是观察，也是效法诸大菩萨。我们看下一尊呢，礼赞观音。一心观礼，弥陀化身，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反闻自信，成无上道，修菩萨恨，往生净土，愿力宏生，普门示现，寻声救苦，随机感复，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无不谢脱，万亿紫金身，观世音菩萨。那观音菩萨，我们要学他的大慈大悲，闻声救苦。尤其现在灾难很多我们自己要念，我们也要劝世间的人，只要有急难恐怖念观世音菩萨，决定可以逢凶化吉。而观音菩萨是反闻闻自信，这个反闻其实
我们佛法是内学呀、啊，叫反观呢、啊，啊，就能觉悟啊，绝对不能向外去追逐啊，就着相了、啊，啊，向外去指责啊，这个就与道相违背，啊，所以观音菩萨是反闻、反观，啊，这一点呢，很值得我们。用功，啊，下一拜，啊，礼赞，啊，大势至菩萨，啊，一心观礼，尽忠出主，以念佛心入无生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入三摩地，实为第一，与观世音。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令离三途，得无上力，无边光自身，大势至菩萨。大家读下来有没有信心满满？你看，大势至菩萨跟观音菩萨，随时在我们身边呢，要摄取不舍啊。而且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我们对这个法门有信心。啊，再来，一心观礼，无量寿如来会上，坐列上首，得为众尊，华严经主，万恨庄严，化身金刚萨埵，永为密教初祖，不舍因地，遍说玄妙。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大愿大恨普贤菩萨。所以普贤菩萨是普贤王哦，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所以我们每一天礼拜啊，这个普贤王加持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普贤行，啊，德为众尊，我们效法他老人家，我们真的工作、生活都是功德啊，啊，都把普贤行表演出来，啊，下一拜礼赞文殊菩萨，一心观礼法王长子，七佛之师，圣妙吉祥，无垢大圣。愿共众生同生极乐，细心一佛，专称名号，集于念中，得见弥陀，一行三昧，大智宏深，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智慧第一啊！啊，他给我们的方法，细心一佛，专称名号。这样老实念下去，急于念中，得见弥陀啊！哦，好，这个应该是契入佛境界最快的方法。啊、哦，下一拜啊，礼赞弥勒佛啊，弥勒菩萨啊，一心观礼，灵山会上，清晨佛会。授予大乘无量寿经，足以弘扬净土法门。现在都率内院，当来三会龙华，菩提树下，臣等正觉，福德无边，弥勒菩萨。啊，我们念到这一品，就想到无量寿经最后，啊，释迦牟尼佛在交代弥勒菩萨，啊，当来经灭。我以慈名独留此经，只住百岁啊、哦！这个父主如枕，做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啊！就交代给弥勒菩萨了啊、哦！所以清晨佛会啊，授予大乘无量寿经，足以弘扬净土法门。那诸位同修，大
大家这一会有没有在场啊？忘记了哦。哎，好，说不定当时我们也在场哦，不能忘了当时答应释迦牟尼佛，好，足以弘扬净土法门哦。好，那有承担的话，哎，读这一部经，这个也是佛对我讲的，哎，我也要尽力的弘扬《无量寿经》，啊，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好，好，那最后礼赞法会慎重，啊，一心观礼。无量寿如来会上舍利佛等诸大尊者及贤护等十六正士，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诸大菩萨。好，这是第二十九拜礼赞法会慎重。接着第三十拜啊，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讲过了，是礼拜莲中诸师等，与本身的诸师，不止净土宗的祖师，还包含我们自己在修学过程对我们有恩德的老师，这个是念师长恩呢。第三十一拜是遍礼三宝，礼拜常住三宝，也是礼拜护法菩萨，礼拜天龙八部，不忘啊护法恩，这三种根本成就的根本，本尊加持的根本，上师就是我们清净的善知识成就的根本，护法。最后呢，第三十二拜普代忏悔回向，我们最后啊，也以这一拜，来将，我们六天一起学习的功德，随着这一拜啊，一起来回向，也结束啊，我们今天的课程。好，一心代为生生世世及现在生中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冤亲等众，顶礼三宝，求哀忏悔，普代法界众生，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同生净土，同源种智。南无阿弥陀佛。好，那感谢大家这几天的参与，那也祝福大家天天呢能够法喜充满，阖家平安，光寿无量，当生成就。谢谢大家，阿弥陀佛。